一个就可以。哇，手气真好，没想到。怎么了？云顶来的都是赌鬼，有赌的地方就有鬼，我们快走吧。好。这么大的酒店竟然，这也太不科学了。不会是有人跳楼吧？怎么这么想不开啊？哎，马来西亚今天放假，怎么到处客满？是。马来西亚不是挺热的吗？这怎么这么冷啊？因为这里是高原，所以气温比较低。难怪。我们也需要这位女士的护照。亲爱的，亲爱的。谢谢。先生，这是您的证件，这是您的房间钥匙，808号房。好，谢谢啊。这房间今晚我要了。这里刚发生命案，没事，在房间待着。来，喂，你，刚刚那位先生，我们是有协议的，我马上给您办另外一个房间。11741，一起死。服务员，可不可以换别的房间？对不起啊，这已经是我们最后一间房间了，我们今晚客满了。冒雨下山才一起死。1+1+7+4=13，十三很不吉利。迷信，几个数字就把你吓成这样。那我要是告诉你，这是全亚洲最著名的猛鬼酒店，你不是要吓晕了？真的吗？网上说的，谁知道真相？小军，不如我们直接下山。不至于吧？外面雨那么大，咱们路况又不熟，你就别自己吓自己了啊！有鬼怕什么？鬼不还得让着人吗？再说了，这是一个人比鬼都可怕的时代。什么事的？别胡思乱想了。174，这边，走。
女孩和一个女人。别多管闲事，你应该是太累了，坐。伤心，我们甚至都没有问一下。亲爱的，咱们这是在马来西亚，又不是在自己的地盘，凡事少管闲事，少说话啊，开心一点，咱们今晚可是大杀四方。今天绝对是走了口水运了，赌大小，21点，老虎机，玩什么赢什么，就从来没有赢得这么爽过。宝贝儿，我爱你。我也爱你，我们一定要永远在一起。嫁给我，就永远在一起了。大家好，我和我男朋友来到了马来西亚。你们看，他向我求婚了。好了，不说了，你们也该休息了，再聊。
saya nak tolong dia. Saya bukakan pintu, suruh masuk. Tiba-tiba hilang. Pasal iblis ni dia suka nyata.这房间除了我还能有谁啊？没事儿，就是滑轮坏了。这房间问题真多。 怎么做都做不平，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啊？助理会计白灵小姐，先吃饭，待会儿再工作。好的，魏领班。啊，嗯，好幸福啊！这种场面看了真让人嫉妒。魏领班，幸好你还在这儿。 刚好我们市场部的影印机又出了点问题，我正在赶一个大单，今天晚上一定要出合同，所以只好请你帮忙了，好吗？啊，你先过去吧，我等会儿就来。那真是太感谢了，不好意思，白灵，敬意一下你的爱人。我先下去了。嗯。哦，我听说你们下个月要去马来西亚分公司公干一个月啊？ 啊！太巧了吧，刚好我也要去那边去处理一些事情。我经常去吉隆坡的，对那里非常熟，到时候我带着你们两个人好好的玩一下喽。魏领班，待会儿见喽。 怎么了？你们男人是不是都喜欢陈怡这种？ 风情万种的女人，胡扯！我就喜欢你这种。亲爱的，你要知道，没有人会像你这样陪着我加班，陪着我一起吃盒饭。我都想好了，等我攒够了钱，咱们就结婚。你就一辈子和我绑在一块儿。一辈子？嗯。好，小曲，如果 你做不到，该怎么办？小娟，小娟，我又疼了。要不，明天我陪你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经是你们。小军，小军，小军，你在哪儿？小军。小军，你怎么了？里面可能没有人吧？要不你去前台问问。信号不好。喂，你们中国来的？是啊，你也是。啊，我是本地人，常住这里的。你们的房间？我们的房间怎么了？告诉你们啊，这间房间空置很久了。前些时候有个女人丢了一大笔钱，从这房间跳楼自杀了。之后住这里的都说，半夜看到一个怨气很重的女人，连夜退房，都跑了。所以酒店一直空着不让人住，我就奇怪了，怎么你们会住进来？你说的是真的？真的，我一个星期住这里好几天。骗你没用的，其实我什么也没说，我没说。怎么了？对不起，我们确实没房间了，不好意思。我不管，我们不应该换房。好了好了，哎，这都大半夜了，赶紧睡吧。在这儿。
睡醒咱们就下山吧，我不想再在这待下去了。人的眼睛有时会欺骗自己，回房睡觉吧，不要自欺欺人。这什么意思？我们真的看到了。相信我，回房睡觉，这里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小姐，我们走吧。结果一方，我一分钟都不想待了。怎么办？我们的包还在房间里。估计这些，你按着这个。随便开，酒店也太烂了。有一阵破损起来了。
他是我的。说一下，就我们回北京吧。再这样下去，我会疯的。我们回去收拾行李就走。这样，你帮我开回金龙坡的导航。刚刚电梯到底有什么？为什么我看不到？有一个老奶奶和一个孩子，看起来像一对婆孙。你不会以为是我编出来的吧？不，我相信你。是，你看到陈怡了？除了他，我想不出还有谁。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就反了，小军，掉个头，我们走错方向了，这是去东海岸的。怎么这么倒霉，连导航都会错？租车公司了。怎么会这样？我的手机没信号。我的也没有。我在路过的时候看到加油站了。这样，你等我，我去找他们。不，我要跟你一起。天太黑了，这样，你在车里等我，我马上回来。关好车门，等我回来。
你这有东西，救救我，快救救我，快救救我。马上向这跑过来，千万不要回头看。我们根据你所说的一切去现场搜寻，找不到你的未婚夫魏军的尸体，也找不到你所说的那一袋钱。还有我们调查过入境记录，没有魏军这个人，资料也显示只有你一个人来到马来西亚。怎么可能？我确实是和小军一起来的，我们在赌场赢了很多的钱，所有人都可以作证，怎么可能没有入境记录呢？对了，一定是那个女人，那个鬼，她做的。鬼？那个女鬼，就是她杀了小金。你确定你看到的是鬼？当然。他从十一楼跳下去摔死了，我亲眼看到，不是鬼，是什么？好，我会把你的口供记录下来，同时会给你找一位医生给你做精神检查，希望医生可以帮上你。你什么意思？说我是精神病？我不是，我和小军是来吉隆坡工作的，抽空去玩了一下。你可以去查彩云阁的入住记录。查过了，只有你一个入住。你别这么紧张，医生会帮你找真相。等一下，有一个人可以证明我没有说谎。
为什么不向警察说真话？如果我说真话，我们会被送进精神病院的。你到底有什么居心？要不是你拿走808的钥匙，我们也不会住进114号房，就不会遇到那个女鬼。你是不是故意的？我是来帮你的。帮我？小军不见了，我也快要被送进精神病院。你是来帮那个女鬼的吧？相信我，马上离开这里。我不会相信你的，我要去找小军，无论是生还是死。白灵，白灵。
你怎么突然出现在这里？你出事了，妈妈能不来吗？妈，小军，好了，别想那么多了，先把病养好，其他的事情妈妈帮你处理啊。我看见小军，他有话要对我说，可惜他的脑袋不见了。白小姐，这是车祸脑震荡的后遗症，会对声音和光影特别敏感，有时候呢会出现幻听和幻视的现象，不过别担心，过段时间就会好了。来，我替你打一针。你好好休息。好了，听张护士的话啊，妈妈会保护你的。来，躺下。哇，看看这是什么？哇！噔噔噔噔，泳衣！你怎么知道我想要泳衣？你不是早就说想去海岛晒太阳吗？泳衣给你准备好了。对了，我记得你去过云顶，还赢了很多钱，这次你一定要带我去。怎么了？没事，我带你去。你什么呀，快过来帮忙，他喝醉了。小军，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你不会不知道他有胃痛吧？而且是寒性胃痛，是不适合吃生黄瓜、生莴笋、生西红柿这些生冷蔬菜的。读再多的《金刚经》也不会教你怎样做好一个女朋友。丫头，你看，这是你最爱吃的枣子，妈妈特地给你买的。以前在你不开心的时候，吃上几颗枣子就会开心起来。你还记得他以前叫什么吗？忘忧果。还是
小时候好，吃上这个枣就能忘记烦恼，吃了它就会忘记陈怡，忘记小军，忘记一些不愉快的事。可是只有一件事你不可以忘记哦，就是妈妈会永远保护你的。只要你心里呼唤着妈妈，妈妈会第一时间出现在你面前。马来西亚好像没有这个枣子。妈妈，你是从老家带过来的吗？只要你想要的呀，妈妈都给你。丫头，到那边坐一下，我把这枣洗一洗。He followed me from behind. That day, yes. Now, no. Where has he been? I cannot see him all the time. But I can hear voices. He said, if you don't find his head and bury it in 3 days, he will never be reborn. And he will disappear from the universe.You only have one day. Did he say where to find his head? Perhaps this man can help you.帮我，即使你心里有答案，不然也不会过来找我。你到底是谁？帮你的人，答应我，你一定要相信我。你要我怎么相信你？你想想，我们一起经历那么严重的车祸，我身上为什么没有伤？为什么？其实你也没有，拆开这些纱布，你就会明白。啊！
你忘了，你妈妈在你12岁的时候上吊自杀了。都是你的幻想，你看到的不是事实的真相，是你选择你想要看到的。将来你就会知道。现在，马上跟我走。我暂时相信你。这张纸，那马来阿姨说。可以帮我找到小军。巫师王，我知道这个地方。周鹏鹏，周鹏鹏，斯莱曼不当，周鹏鹏阿姐，周鹏鹏。Ada pesan untukku, berbicaralah kau dengan Jun masih hidup. Dia dah tak ada lagi di dunia ni. Dia juga tak ada di dunia ni. Berapa tahun dulu Wei Jun ada sejumlah duit yang banyak. Kamu tahu dari mana datang duit itu?
那不是他做生意赚来的吗？Semasa Wei Jun datang ke kasino genting tu, dia ada ambil sejumlah duit yang banyak dan bukan hak dia. Sebenarnya selepas tu dia dah tak nak datang ke Malaysia. Tapi kerana kamu. Semula. 没事，我带你去。嗯。Dia terpaksa datang juga. Dan sebab itu, hantu perempuan tu berjaya membalas dendam pada dia.这里还去戏里人，去吧。
养好身体最重要。白灵，我怕我。别胡说，不就是癌症？动手术就好了。李医生已经答应我，先给你开刀，将来再缴清费用。手术费你不用太担心，答应我，等你好了我们就结婚。并没有发现你的包，我的包在你们酒店里丢了，你们一句没见到就想打发我，太不负责任了吧。人这么好像坏了的。就是啊，我跟你说了，你们是住在117号房吗？可不可以让我进去找我的包包？求求你们，求求你们，要不能帮你们。Thank you.
小军一走，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算了，就让一切都结束吧。你等等我，我这就来找你。请问你是白灵的朋友吗？我是她的表姐。你是？这是我名片。我大致了解白小姐的情况，如果你不介意，我想对她进行催眠治疗。你看到的不是事实的全部，是你选择你想要看到的。你一直以为是你自己，那个你无法原谅的自己。张护士是你创造出来的自我保护模式，用来逃避现实。 Don't worry, she will recover. She will mess up everything she had experienced, seen or heard before. This is so-called space-time disorder.Her brain will rearrange the memories according to her needs, transforming it into the new memories, making her to believe in the new memories, which will make her feel better. 四、三、二、一，写。小姐，你怎么会在这里？小林，你没事了，真是太好了。陈医生，谢谢你，要不是你，小妹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能清醒呢。是我抱歉才对，白灵，对不起，是我拿错了你的包。小林，陈医生不是故意要拿走你的包包的，他只不过是弄错了，里面有你的证件，他已经把钱送回公司了。我给你们郎总打过电话，他说啊，既然钱找回来了，就不追究你的责任了。小玲，放下自己吧，重新开始啊。表姐，白灵，上车吧。魏军从小就是一个孤儿，这次除了我，没有人可以帮他。你放手，我可以解决他全部的手术费。不行，我可以。你可以？你那点工资连塞牙缝都不够，你觉得有可能吗？对了，我想起来了，也不是没有办法。你是会计，可以盗用公司公款，或者到高原赌场上放手一搏，没准可以瞎猫碰到死耗子。你什么你？不要怪别人，要怪就怪你自己没有用，因为你脸上写着一个大大的怒字。反正后天我就要回国了，我会好好照顾魏军的。
信吗？陈怡的死和我有关。我们先出去，让他静一静。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随波逐流。